手是，你的手嘛不是烧的，无烧的。对吼，我们走过去会冷。外面很冷吗？你要想说，刚刚下午的时候有太阳没太阳，就已经有不大落差了。唔爱穿，寒天穿短裤要防潮啊。人讲你头壳无好，穿安尼，你去看路上有人穿这样子。哦，两个一起来，很好笑哦。